OK， 来 ，hadirin yang dimuliakan， selamat malam， selamat datang di Boangkyong Negeri Besar Kota Dumai dalam acara perayaan hari ulang tahun Dewa Yohu Kwansui yang kita rayakan setiap tahunnya. Dan saya sebagai MC malam ini Arfan Lee dari Pekanbaru mewakili seluruh jajaran dan juga panitia pengurus Kelenteng Boangkyong mengucapkan terima kasih yang setinggi-tingginya atas kehadiran dan juga dukungan dari Bapak Ibu. Semoga Tuhan Yang Maha Esa dan juga Dewa Yohu Kwansui senantiasa memberikan kita kesehatan yang amat baik, rezeki yang berlimpah ruah, tiada henti, panjang umur serta kaya raya.
亲爱的来宾们，各位男女嘉宾，大家晚上好，欢迎光临平来宝航宫，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每年一年一度的此时超虎元帅宝诞全球大祭生日，全国传道宝贝的时间来参加，在这边小弟我是李元富，代表所有的理事部向大家说一声多多的感谢感恩啊，各位嘉宾啊，所有的新郎新妇来我朋友欢迎大家阿曼大家好啊，在这边小弟我阿福代表咱这边的保安宫所有的理事部出钱出力，金主全体举手，向金行所有的男女嘉宾、新郎新妇讲一声万万分的感恩感谢。恁咱大家真有爱心，已经过一个宝贵时间来到阮这个保安宫哦，啊来给阮人啊这个岳父万岁祝寿哦，互恁人厝内的老大人拢会长贺寿，望咱的岳父万岁保庇，互恁人阖家平安、身体健康、平安万事如意、山海得意、贵人欢欢喜。那是来破山战胜古力者，好咱的岳父万岁听话卖呀啦。OK， 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全体的艺人上台来为我们献唱一首。有求必应，咱的岳父万岁！来，咱请咱的蔡佳怡小姐、蒙嘉丽，还有我们的罗纳利不甘巴鲁，还有我们的 Jenny 谢瓦当来。Bye.
身体健康，万事通，祈祝啊，真成功啊！好啦，来，刷到咱一首咱的快乐的有福万岁，贵人在身边。三个十四，你把幸福都碎。
下我们的 Jenny。上重要两件代志，头一上重要就是咱有做这个卖古本吼，所以呢，今年咱所有爱留考的人都有希望吼，本来这福气就是你人的，所以你咱若想想要卖古本，就是来到咱的这边找咱的理事人吼，咱的国安宫的理事人。当然，同款了个咱的真重要的一项代志，就是咱今年有这个拍卖会，希望咱下边所有朋友吼，咱所有头家头家所会当大大力的支持哈。非常的感谢大家，那么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演唱嘉玉的第一轮的最后一首歌，来一首小波波老师的一首跨好酷一首，来给做朋友听，谢谢。
非常的开心，大家都非常的热情。感谢你，咱也得真好。感谢这这力量上起来，红军让大家富贵，就是咱平安，就是咱。那么也在这里呢，非常感谢哈，嘉义的本人也非常的感谢咱保安警所有的士人哈，啊，这个第二年连续第二年邀请到嘉义今年当地的这个那个演出唱歌，让大家听。嘛，希望讲咱这个丢富贵，所以保庇咱所有的士人，大家身体健康，做什么代志拢总是通通通满面春风。 来，再一次的掌声鼓励鼓励，送给我们所有的李世仁，谢谢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交给我们的金牌司仪，我们的公安法。